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大家阿弥陀佛啊！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课本啊，讲到第三十页这里，讲到这个瞿迦梨这件事啊，那这里是写俱迦梨，他说欲量无量法啊，欲量无量法。智者所不量，无量法欲量，此人自覆没。好，那么这里的意思其实是在讲啊，这个甚深的佛法啊，那么你不要啊妄自去揣测它啊。那以你现在的这个智慧啊，你没有办法彻底的去啊了解它，所以不要妄加啊。称量啊，评量啊，评价。那但是这一句这个引用的这个寄语，它主要不是在讲法，在讲人啊。但是法跟人也是同一件事的，因为你去衡量、去评价、去判断的这个心是一样的。那在讲瞿迦梨这件事，那类似像这样的说法，总共有在三个地方出现。啊，那我们就想说，第一个就是瞿迦梨的事，第二个是入住优婆夷的事，第三个就是啊丑陋比丘啊，这个别义是解憔悴比丘啊，那么杂阿含是解丑陋比丘。好，那我们就从这三件事来讲啊啊，就是讲这一句。我们说他这个是在讲甚深的佛法，那么一开始你的智慧不到那里，所以你要先相信啊，你要先救。啊，就他有理的部分去相信，你不要啊，因为你不能理解，你就完全不信啊，那升起很大的怀疑啊。就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再讲第四个这里。好，那么主要在讲佛法甚深这件事。那但是这个记的引用啊，我们说瞿迦梨这件事是怎么样呢？就是啊，在杂阿含啊1193经，他说这个在王舍城的时候啊。那么佛陀在王舍城的时候，那这个梵天啊，那么想要去见佛，有一天想要去见佛，啊，这个主要是这个梵天王啊，想要去见佛。那个时候佛在三昧里面，啊，所以因为时间还早啊，那他就啊，他就说，那我就先不去见佛，因为佛在三昧里面啊，所以他就先去提婆达多那边，啊。那提婆达多的这个四半党里面有一个就是瞿迦梨啊，我们说他有四半党啊，一个是迦留卢提舍，一个是瞿迦梨，一个是千毒他婆，一个是三闻达多啊。那么迦留卢提舍跟瞿迦梨啊，那么这里是写俱迦梨，那这两个经常在回谤舍利弗跟目犍连啊，那所以这个梵天就是梵天王啊，那么。就去瞿迦梨那里，那么跟瞿迦梨讲啊，想要劝他了啊，想要劝他，就跟他说你不要啊。那瞿迦梨在疗房里面，就跟他讲你不要再回谤舍利弗、目犍连了啊。那么如果你常常回谤舍利弗、目犍连，你以后啊，那么会有很长久的苦痛苦啊，那么就长夜得不劳一苦啊，就是你会堕地狱。啊，那么会很受苦啊。这个瞿迦梨知道是梵天啊，那就跟这个梵天讲，佛不是授记你证三果吗？啊，但是梵天到底有没有证三果这件事，那么当然还可以再讨论了啊。那么是不是他有证三果啊？如果从很多的这个经典来看，就是。我们还没有办法确定他是不是有证三果啊，但是这个经里面是这么讲啊，他说瞿迦梨就跟他说，
你佛不是有受记你证三果吗？那三果叫什么？三果叫不来啊，然后意思是说，佛不是说你是不来吗？那你还来做什么啊？那类似像这样，那就很好笑啊，就是说这个取下里说，佛说你已经是不来了，那你还来做什么啊？就是他来找他做什么？那不来就是不来不来，其实是不来在这个欲界受身的啊。那但是他就用这种话啊，类似像双关语这样，就是说。你佛都说你是不来的，你还来啊？例如像这样，好，那这个梵天王就觉得啊，这个人真的是，这个人，我们说中毒观念了哈，就是这个人真的是不可教化啊，就没办法教化啊，所以他就讲了这个偈啊，讲了类似像啊，他讲了这个偈，讲了这个我们这个大智论的这个偈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他有一些就是翻译的不一样，但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啦。那后来，梵天王就去跟佛陀说了这件事，那并且说他跟这个瞿迦利讲啊，叫他不要再毁谤舍利弗、目犍连，然后他说了这个偈给这个瞿迦利听。那佛陀后来啊，也肯定他，也讲了，也一样啊，那说也一样是这样讲啊，说这个这里是梵王讲的。那佛陀讲的是另外一个，就是一样啊。他说：“以不可量处发心欲了，那何有智慧人而生此妄想啊？”就多了两句啊。哪有真正有智慧的人，绝对不会去啊妄加测量不可测量的人事啊，人跟事啊。这里是讲，但是我们说这里讲的是法，好，这是这一件事。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件事里面啊，它很多地方有记载啊。这个是智论。啊，欲量无量法，那我们说这个它重点在这个法，就是甚深佛法这件事。但如果依杂含一一九三经啊，就瞿迦利这件事，这是一一九三经，那么它主要是讲人啊，主要是讲人啊，舍利弗、目犍连这个佛陀，但他已经证阿罗汉了。那阿罗汉的境界是凡夫，不要说是凡夫了，出国、二国、三国。都没有办法知道，甚至舍利弗、目犍连，一个神通第一，一个智慧第一，其他的阿罗汉也不一定能够知道他的境界。像佛的境界，佛的境界，舍利弗、目犍连也无法测量。即使是佛的境界，舍利弗、目犍连都无法测量。舍利弗的智慧，其他的阿罗汉也没办法测量。那么其他的阿罗汉都没办法了，但是。这个瞿迦利却一直认为因为他常常去跟这个外面毁谤舍利弗、目犍连嘛，认为舍利弗、目犍连没有修梵恨，心不清净然后类似像这样那么佛陀知道他再讲下去，他的恶业累积会堕地狱了，也去跟他说过这个是梵天跟他讲的。但是佛陀在其他的经里面，佛陀也一二七八经的样子佛陀也去跟他说过你不要再毁谤舍利弗、目犍连了应该是一二七八，我等下再看一下那么说你不要再毁谤舍利弗、目犍连嘛，如果你再毁谤舍利弗、目犍连，那么你会下长夜受不劳役苦，就是会堕地狱了因为你毁谤圣者，而且你是一直毁谤的那么都不忏悔，而且就是那个心。很直取很故意的一直要回谤舍利弗、目犍连。那这个瞿迦利也不听不听之后，他就没有几天就开始长烂疮，然后就堕地狱了然后就讲这件事那后来也有经典讲说目犍连要去度化他那么舍利弗这个瞿迦利看见目犍连来说我已经因为你受地狱的苦了，你现在还要来地狱来害我那么就是这种事了。好，那这个是瞿迦利的这件事，那所以他重点是在讲舍利弗、目犍连的境界不可思议、不可测量那么你不要去揣测舍利弗，因为他一直认为，就好像提婆达多一直认为佛那么没有他殊胜那么这个瞿迦利也一直认为舍利弗、目犍连没有外面传的那么殊胜没有那么清净
啊，所以他这里讲啊，那这个是1937里面的愚不可量处发心欲筹量，啊，筹量就是揣测了蠢度，啊，思维嫉妒啊，啊。那么不可量欲量是因盖凡夫。好，那这个是大智度论的原文啊，无量法欲量，此人自负莫啊。那讲的都是取家里这件事啊。那么第二，那我们先看啊，取家里还有一件事啊，没有写在一起。那这个别译106经啊，那么一样啊，它是别译的啊，那一样是，但是他写的是这样：欲测无量法，智者所不应。啊，其实我们可以对照这个了，应该要写到这边来啊。若测无量法，必为所烧害啊，这个是别译里面说的啊，就是别译杂含啊，1937经的别译杂含别译啊。那么另外这个相应部里面啊，我们讲聪明的人怎么会去度量不可量的人？想度量不可量者，是个被烦恼覆盖的凡夫。好，我们就对照看就可以了。好，那么第二件事就是啊，入住优婆夷这件事。啊，那入住优婆夷，好，这个我们看过就把它擦掉了，先把它擦掉。啊，入住优婆夷啊，那他有一个，他有一个这个他的父亲啊，富兰那，他的父亲是富兰那。啊，我们讲一下这件事。啊，入住，这个他。意思也是一样啊，就是说你不要去随便去揣测啊一件事一个人啊。那么他指的是这个是指的，这个是指的是，这个指的是法，这个是整个是人，这个是指的是一件事啊，某一件事啊。那么等一下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这个入住优婆夷啊，他的父亲叫做富兰那。这个在杂含990经里面有记载啊，那大家可以去看啊。那么他的叔父啊，叔父啊，叫做离斯达多好，那么他们两个啊同时往生了 啊都往生了啊都过世了啊，同时过世啊，差不多时间过世。那佛陀受记这个富兰那跟离斯达多啊，那么同证恶果，同证斯陀含啊，这两个人都一样啊，都证斯陀含，证恶果，斯陀含是恶果，恶果是一往来啊。那升到哪里去呢？升到多帅天。那这件事啊，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很虔诚的佛教徒，在家居士，都在家居士，这两个人都在家啊。那两个人同时往生啊。那这个佛陀受记啊，这两个人去了哪里？去多帅天啊，他们都证恶果，斯陀含。那这个入住他的女儿就很不了解。有一天，阿难就是。对于这件事很疑惑了，他想不明白这件事，啊，就是筹量思维嘛，他想不明白这件事。有一天，阿难就是去入住优婆夷家，啊，托钵，那么他供养，他就把他请到家里，然后供养阿难之后，他就跟阿难讲这一件事，他说他的爸爸啊，富兰那修犯恨。啊，他是在家人啊，但是他修犯恨，啊，他的叔叔不修犯恨，啊，但是他知足，啊，其实他知道的啦，他的叔叔啊，也就是没有那么亲近啦，啊，就还在五欲里面，啊，那么在家有些还可能还有夫妻事啊，那么。他就没有那么亲近，但是他的叔叔，他的爸爸修犯恨，啊，持戒，啊，持出家戒，啊，他的叔叔没有，
但是也不懒惰无欲就是了，但是就是他不是那么懒惰，但是他没有修梵恨啊，所以他就觉得佛陀不是说都是要一业吗？那佛陀常常不是讲啊要离欲清净吗？啊，那这个欲是障道法吗？啊，我们讲了很多了啊，那等一下后面还有讲到啊，这个《法喻经》里面啊，那么讲这个像夜摩迦比丘啊，那这些事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那么他说这个他的爸爸一个修梵恨，他的叔叔不修梵恨，两个人同样身堕率天，同样都证恶果。那这件事佛陀说的道理是什么？就是说佛陀说法都是一业，都大家都一业受报，而且啊明显欲会障道，那但是他的爸爸持戒，他的叔叔不持戒，看起来修行不一样啊，很明显不一样啊，为什么两个人证同样的果报，同样升到堕率天？他就跟阿难怀疑，就是想这件事想不透了啊。那阿难就说，你不要轻易的揣测佛陀的智慧啊，那么众生的根基啊，就是众生的根基只有佛能够真正知道啊，那我们是不知道的啊。那你先不要先揣测啊，佛陀说的法有问题啦啊，不然怎么会这样？要不是佛陀说的法不对，就是佛陀受记的不对啊。那你说要都大家一业的，那要持戒，一个持戒不持戒，那应该是不一样啊。为什么一样啊？要不是佛陀受记错了啊，知道的不就近？要不是说佛陀说这个法有问题，不然这个怎么？一般就像我们讲的，你不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可是我们看见那个善的现在怎么都没有善报，那个恶的怎么都没有恶报？那要不就是这个道理不对，要不就是这件事情怎么解释？现见的事不能解释啊。好，那么这样，阿难就把这件事啊去跟这个佛陀说，那佛陀就说啊，佛陀就开始解释这件事啊，说这个入住优婆夷啊，那么用自己的这种。没有智慧啊，用自己这个心来揣测这件事。好，那么他就写了，他就写了这个偈啊，末了人忍，你看差不多了啊，一样是的啊，不要去揣测，随便揣测评价啊。那么一个人啊，包括因为他对于他的爸爸升到多率天正式堕韩国没有意见啊，一点没意见。可是他觉得他叔叔都没有他的爸爸那么用功。又修梵恨，他怎么也会升跟爸爸一样？那我修梵恨有什么用？我就不用修梵恨了啊！啊，那他讲这件事啊，那佛陀就说啊，这个入住优婆夷愚痴啊，那没有智慧，他不晓得这件事啊。他说这个佛陀就说啊，佛陀就开始解释这件事啊，说他的爸爸是持戒圣啊，修行上是持戒圣，他的叔叔是智慧圣。啊，他的叔叔其实是对于佛法有很深的智慧圣。如果他的叔叔，如果他的叔叔有他爸爸的持戒，如果他也持戒，啊，因为他比较持戒比较没有像他爸爸这样，啊，修梵恨。如果他也修梵恨，啊，像假设他像他的父亲一样修梵恨，他就不只是恶果，也不会只升到多帅天。啊，假设他的父亲像他的叔叔一样有智慧，啊，也有他那样的智慧，他的父亲也不会只证恶果，只升多帅天。啊，那刚好他们的果报上啊，一个是持戒圣，一个是智慧圣，那么多升多帅天，正式都含果。那如果他的叔叔对佛法有很深的体会，他又进一步修梵恨，那么他的爸爸只是也是这样，那么他的爸爸见不到他的叔叔，因为他会超越斯陀含果，超越多帅天。如果他的爸爸也有像他叔叔的那个智慧，对佛法的深深的理解，那么他的爸爸也不会只证斯陀含果升到多帅天，啊，因为他一梵恨嘛，啊，这件事，所以佛陀就讲了，啊，
莫良人忍，良人忍者自孙神简，就是说很明显对于这件事啊一样，他其实讲的是一样的道理。你不要随便去测量一个人啊，像曲家里揣度这个穆建林，根本舍利佛穆建林根本就没那么清净啊。那么佛陀被他们骗了啊，佛陀说，我告诉你，你不要诽谤舍利弗、穆建连。舍利弗、穆建连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那个齐家里就说，我相信佛陀的话，佛陀怎么会骗人呢？啊，佛陀不会骗人。但是佛陀不会骗我，但是佛陀可能被舍利弗、穆建连骗了啊。啊，他心里面这样想啊，说我相信佛陀说的，啊，我不敢怀疑佛陀，但我怀疑舍利弗、穆建连了，啊，他骗了大家啊。那佛陀当然不会骗人啊，那所以佛陀想啊，这个人也没办法教啊，所以他没有几天就堕地狱了。那他所以他讲啊，自身损减啊一样啊，此人自覆没啊，其实他讲的这个是差不多一样的道理。只有真正只有佛啊能够了解啊这人事啊这整个世间的啊，所以整个世间的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啊，为什么？就是这些现象到底背后是什么造成它这样啊？那只有佛才能真正彻底的了解啊。就像有些阿罗汉，那么他就觉得，哎，看这个人没有善根，大智里面也有啊。看这个人没善根，大家都不剃度他啊。结果佛剃度他以后，他没多久就成阿罗汉了，大家就很奇怪啊，因为他们看的也还是有限嘛，八万大劫以内嘛啊，那八万大劫以外，所以大家觉得。没有善根不是不能得度吗？不是要善根成熟才能得度吗？这个根本就没有善根，现在开始修也只是成熟阶段而已啊，开始在种善根都还没成熟，现在跟他剃了他也没有办法成就 啊。当然你说他没办法成就，如果从这件事来讲啊，他们也不是说一定要善根成熟才可以出家嘛。那么善根没有善根的不能先种善根吗？也是可以啊。佛陀剃的弟子也没有每一个都证阿罗汉啊，对不对啊？如果从这件事来讲啊，但是他重点在讲阿罗汉的智慧远远不及于佛了啊，就在讲这件事，所以也是不要轻易的测量某一个人某一件事啊。那么这个不是你的智慧所能知道的啊。有些说你要证得阿罗汉了，你才能够稍微知道这些事。好，那么这个是所谓的入诸优婆夷的这个件事，那么一样都是在讲不要随便评价衡量。啊，一个人。好，那第三个就是杂含1063经，别译里面是第二经的样子，卷一第二经。那么他是写憔悴比丘，那这个杂含是写丑陋比丘，啊，就长得不好看了，啊，长得很难看，是写丑陋比丘，啊，杂含1063经啊，大家可以看啊，他说有一个比丘啊。那么长得比较难看的 啊，然后看起来比较没有威仪这样啊，他讲没有威德啊，他憔悴啊，其实就是丑陋了啊，不好看啊。那么他来顶礼佛，那大家不认识他嘛，那来了顶礼佛啊，那这个心里面其他的比丘都有威仪啊，佛陀之前都威仪啊，就很庄严啊，就看见这个，哎呀，这种比丘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怎么这么没有威仪呢？怎么这么难看呢？啊，怎么长得这么丑呢？啊，哪里像这样啊？那么佛陀就知道了，佛陀就知道大家心里比丘在想什么，他有他心通嘛，然后就讲了啊。那么你们看啊，他跟他顶礼完以后就站在旁边，你们有看到刚才跟我顶礼的比丘吗？大家虽然没有讲到心里面，是觉得啊这个比丘，哎呀，这不好说不好说了啊，哪里像这样啊？然后这个佛陀就说他已经证得阿罗汉了啊。那么所以他就开始跟他讲啊，你不应该，大家不应该对这个比丘升起轻贱想、下劣想啊，就是啊，这个怎么这就是鄙视他了、轻贱他了啊。汝等当知见如我，就是你必须啊，跟这里讲的一样，我有如来啊，就是有一天你要跟成佛了，跟我一样啊，然后你才可以啊真正看到事情的真相，乃可筹量于彼啊。他已经证阿罗汉了，你们这些有些都还没证阿罗汉了啊。那么他已经证阿罗汉了，所以你不要轻易的这个轻视一个人啊。那么若妄称量则为自损啊。那么你是因为你轻慢
不恭敬，你很可能当面错过这些圣者。你恭敬圣者有很大的功德，你轻贱圣者就有很大的过失。所以我们前面讲，为什么圣者是行福田，谁见到他恭敬他，谁就从他生功德；谁见到他礼敬他赞叹他，谁就从他得到福报。所以他是行走中的福田嘛，啊！但是谁见到他鄙视他轻贱他，谁就从他身上得到什么过失。也因为这样，佛陀有一个弟子啊，那么佛陀不让他在人间，因为他有一种不好的习惯啊，就是吃东西吃一吃啊，牛屎比丘嘛啊，吃一吃就会再吐出来再吃进去。那么这种习惯，因为他过去做牛啊，五百世做牛啊，很多事做牛了，那牛会反刍嘛，吃一吃吐出来又吃进去嘛啊，但是他其实是不是吃出来吐进去的，他是进到这个胃，然后又出来进到另外一个胃嘛，牛好像有四个胃的样子啊。那么他有这个习惯，所以他吃一吃吐出来又吃进去。那其他的人只要是凡夫，只要是凡夫看到了都会讥嫌，都会毁谤批判啊。所以佛陀就说，你不要啊，你不要在人间啊，你到天上去，天人有天眼，他知道他会攻击你，而且天人吃的跟人间不一样嘛，所以你不要来。所以他就从此没有下来了，一直都没有下来，一直在天上受天人供养。到什么时候呢？到有一天佛陀入灭了，大迦叶第一个去请的就是去天上请那个比丘啊。那么他知道啊，他说平常都没有人来找他啊，现在有人来找他了啊，大迦叶请人上去请了啊。然后他知道佛陀不在人间了，他就入涅槃了啊。那么所以啊，这个也是，就是说你不要随便啊，那么评价称量啊，筹量啊，一个人。好，那么这个是啊，这个是这里讲的啊，欲量无量法，智者所不量，无量法欲量，此人自覆没啊。那我们说过，这个其实主要是在说这个法啊。那么圣佛法甚深啊，就前面讲的啊，佛法甚深。那如果没有信啊，没有深信啊，你是不能真正去理解的。好，那再接看第四点啊，复次啊，在解释这个如是我闻的如是。他说：“如是意者，若人心善，直信，啊，那么世人可听法；若无事相，就是没有相信，没有相信的这样的状态，那么是不容易理解的，啊，那如所说记，那这个记到底是引用哪一部经啊？那么。”应该是蓝墨特也没有特别啊，特别找出来啊。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啊，类似的啊。他说：“听者端视如渴饮，一心入于语义中，踊跃闻法心悲喜，如是之人应为说。”好，那么什么样的人应该为说法？什么样的人不应该为说法？好，我们来讲。讲这件事，戒律里面，比丘尼戒里面，啊，众学法里面，那么主要啊，主要众学法大概都100多条，少的大概七十几条，多的有120几条啊，就是各部律不太一样，但是一定都是讲威仪，以及讲什么啊，就是你要啊穿衣要穿好，行住坐卧这些要穿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哪一种人不应该为说法啊？大概都记载了10几条到20几条，各部律不太一样啊，重视的不太一样。那么，因为说法，不因为说法，啊，好。那这里说的是啊，我们来看其他的这个经论里面，大概有一些怎么样的说法啊？
就是说遇见什么样的人你应该为他说法啊。那这里讲的就是相信，那相信有几种像啊，就是你对于佛法啊，那么你就是一般我们说的谛听，谛听啊，善思念之，就是好像这个口渴要饮水一样。那这个经论里面大概有几十种譬喻啊，病者要得药啦，渴者要求甘露啦啊，然后这个热的时候要冷水啦啊，那么肚子饿的时候要吃饭啦啊，就是这种感觉啊。我们先来讲啊，先讲什么因为说法，什么不因为说法。好，那么在阿毗昙啊毗婆沙论里面。阿毗昙毗婆沙论啊，卷五十四啊，毗婆沙论啊，我把它写一下。阿毗昙其实就是论，阿毗昙毗婆沙论。啊，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知道它到底是这个到底是如所说偈啊，是在哪里说的啊，现在还找不到啊。但是他基本上在这个阿毗昙毗婆沙论里面他有这么说，他说啊，佛告比丘，也是引用经的啊，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引用哪一部经啊。佛告比丘，若有众生啊，能信要汝所说者，一般我们就是相信，那相信有几种相啊，信而且好药啊，所以一般叫做欢喜信受啊，这个我们叫做欢喜信受啊，欢喜然后信受啊，欢喜信受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依教奉行啊啊，基本上是这样。如果你不欢喜，那你怎么会信受？不信受你怎么要依教奉行啊？不可能。你不依教奉行，那么讲的这一些对你就没有意义用，当作耳边风啊，就意义不大了啊，无意无力了啊！你不了解他的道理，那么他就你也不可能，你就算真的要去做，你也没有办法达成他真正的利益啊，没有办法获得他真正的利益了。好，所以基本上人信要啊，汝所说者啊，他这个也是引用经的啦啊，因为这个论都是引用经的嘛啊，但是我们还不知道他到底引用哪一部经啊啊，我们也没有把所有的阿含经都背起来啊，但是现在透过那个搜索啊，那么基本上有西贝台比较容易，但也不是这些论师所引的经都有出现在结集的经典里面，也不是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从哪里引用的啊。他说汝所说，就是人信要汝所说法，汝所说者啊，假设有这么一个人啊，那么对于你所说的法能够欢喜信受啊，那么汝等应以慈悯心为受，那么我们就要慈悲的为他啊啊，这是其中一种啊。那他这里讲的是讲事不坏心啊，佛法生死生界了啊，但只要是这样，能等应以慈悯心为说啊，你要慈悲心的为他说。好，这是第一个啊。那如果像如果像《华严经》里面啊，在《十住经》里面说的，他说啊，汝可思念水啊，《十住经》啊，其实《华严经》里面也有啊，或《十住经》里面有讲，
大智度论也引用了很多十住经的东西啊，十住经啊，建议啊，就十地经了啊，他讲十地经，也是啊，十地经了。十地经跟十住经是一样的，不同译本啊。十地经建议，他说到啊，他说如可思念水啊，就是这里讲的啊，就是他端听者端视如可影啊。那么其他的经典举了至少有十几种譬喻啊，这里主要是举几种譬喻啊，如可思念水，就是你对佛法的渴求了啊，你有这种心，那么你应当为他说法啊，如可思念水啊，如饥念美食啊，饥饿的人啊，想念啊这个美食。如病亦良药啊，有病的人啊，希望能够啊得到啊一个很好的药。那么愿闻如中风似蜜啊，像蜜蜂看到花蜜一样。他会自然而然的去追求，啊，那么此众亦如是啊，愿闻甘露法啊，那么基本上啊，就是你的心态了啊，你的心态对于佛法啊，要有那一种像口渴的人要找水一样啊，像饥饿的人要找吃的一样，像生病的人要找药一样，像蜜蜂要找蜜一样，基本上就是你的这个学习佛法的心态。啊，那么的需求啊，必须像这样，所以他这里讲，听者端视如可影啊，这是第一个，就是你的求法的心呢、啊，求法的心啊。那第二个他啊，他讲一心入于语义中啊，就是要专注啊，所以常常讲如是我闻，后面就是谛听，谛听善思念之。这是《阿含经》里面常有的啊，就是专心注意听，然后听了要怎么样？要入这个佛法的义理啊，善思念之啊。你不是啊，不是这个把它背起来就好了啊，不是啊。啊，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比丘会去请佛说法，那么请佛说法之后，他都会这样跟佛说，啊，因为你是真的有需要，我真的有需要，我想听到怎么解脱的法，那么我来请佛为我说解脱法，啊，为我说法，我闻佛语，他都会先自己表白自己的这种闻法的心态，我闻法后当独一进处，专精思维不放一处，啊，这个是佛说的，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啊，这个是比丘说的，啊，自己跟佛讲，啊，比丘自己跟佛说，啊，佛为比丘说的时候，佛为诸比丘说的时候，那么会，佛为诸比丘说的时候，啊，那么会跟比丘说，谛听，谛听，要专心，啊，专心仔细，专心仔细的听，那么听完了之后，好好想了解，掌握他的义理。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嘛！啊，你听了你不懂的义理，如果有的人啊，《华严经》里面有讲啊，那么如果有人啊，那么诵了这个法句啊，诵了一千遍，倒不如诵一句，但是了解他的道理，都不了解他的道理，你诵了几千遍都不了解他在说什么道理，你倒不如只诵一遍，但是你真正了解他在说什么，啊啊。那么这里讲，那么另外如果比丘说阿含经里面，那么比丘去请佛说法，愿佛为我略说法要啊，或说法要啊，我闻法后他都会这样讲啊，请佛说法之后都会这么说啊，我闻法后当独一进处，我会找一个地方啊，没有人打扰的地方
就极静处了。一个人在极静处啊，为什么没有干扰嘛？啊，然后专精思维，专心啊，专精啊，专心啊，那么专注的啊，好好想啊，思维什么啊？思维佛法的义理，思维修行的次第，思维修行的宗旨。我们就说过嘛，法里面是怎么样啊？就修行的宗旨啊，那么修行的方法。修行的功德，修行的殊胜，啊，修行的宗旨跟理论，啊，就我们之前有说过，再讲一下好了。啊，比如说啊，如是我闻，啊，反复说是没关系的啊，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些道理。如是我闻啊，就讲佛说，啊，然后欢喜信受，依教奉行。那么这个是这个我啊，那么佛弟子啊听啊佛弟子啊，那么大部分啊阿含经里面如是我闻阿难解己的不一定都是佛说的，佛弟子说的也有啊，舍利佛目犍连说的啊，那谁说的也有啊，如是我闻这是我亲自听到的。那么是佛说的，就是我亲自从佛那边听来的啊，我亲自在哪里听到的啊？那么佛及佛弟子的事啊，那么这中间里面开始说啊啊，这个其实就是要亲近善事，你要亲近善事，然后要听闻正法啊，你看他就是这样，要听闻正法，那这些就是正法的内容啊。那正法内容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如理思维啊，要专精思维，要如理思维，要烁烁思维啊，基本上要做到如理思维啊。这我们写一下。那这里面有三件事啊，就是修道的理论、修道的宗旨跟理论、修道的宗旨和理论。啊，这个道啊，人天道、解脱道、菩萨道啊啊不同啊，你的宗旨不同，就是你所去的不同啊，对在家、对出家啊、对外道啊啊说的可能不一样，就人天道、解脱道、菩萨道啊，那有不同的宗旨跟理论啊，那么人天道啊就发身上身心。啊，解脱道发出离心，菩萨道发菩提心，那修什么呢？啊，就这个修道的方法跟次第，啊，那么解脱道发出离心，修三十七道品，证出果道四果啊，就是后面的殊胜啊，后面讲，啊，就证发出离心。那么正修三十七道品啊，修四念处、七觉知、八正道啊，五根五力啊，就是这些。那人天道啊，发真上真心，修五戒十善啊。如果你要到欲界天，那么你还要再修定啊。那么善善跟定善啊，善善就是一般的善啊，十善的善啊。那定善是禅定的善啊，善法。那菩萨道要发菩提心，要修六度四摄啊，又不一样啊。所以你要必须要他的方法跟次第。要知道他的宗旨跟理论。好，那修完了可以怎么样啊？这个就是修道的殊胜和功德啊。所以你没有修是怎么样？修了会变成怎么样？那修到究竟彻底是怎样？那讲这个啊。啊，那这个就是什么啊？比如说你就可以升天啊，看你怎么修，修到哪一个程度啊？那你再来的时候啊，就幸福快乐啊，健康长寿啊，因为你有五戒吗？啊，你不杀生，然后你又能够护身啊，你就长寿健康；你不偷盗，你又能布施，你就富贵尊荣啊。那你不邪淫，你就眷属和乐啊。那么像这一些，你那么基本上啊，那它都有它的殊胜跟功德。啊，它具有什么？啊，
那么具体的殊胜跟功德是什么？那么这个就是在讲这些内容全部。那么你都要好好的如理思维啊。后面有一个不如理思维的啊，就是说像夜魔家啊，跟这里啊，这里是谁？我看一下。这等一下在华义经的时候我们再来讲啊。好，夜摩迦跟阿离迦啊，这两个人，阿离迦听了佛说法之后，阿离迦比丘听了佛说法之后想错了啊，理解错了。夜摩迦听了佛说法之后也理解错了。阿离迦啊，听了佛说法之后认为佛的意思是五欲不是藏道法。那么夜摩迦听了佛说法之后想错了，认为阿罗汉入灭了之后就永远不存在了啊，变成断灭啊。所以这两个都是听佛之后没有如理思维啊，所以他把很多的这个佛法啊想错了。那么想错了佛法，你没有或是你不知道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啊。像这个阿难听到那个要入灭之前，听到这个一个比丘在念啊，这个若人生百岁，念法俱精啊；若人寿百岁，不见水老喝，不如生一日而得见闻之。反复念，反复念，可是他都念错了，他都不知道，他念错了，他都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功德？不会。那我们也一样啊，我们学习佛法，学错了都不知道。你就是一辈子做这种事，你也不会有什么功德，时间都浪费在这里，而且你还认为它是对的，你增长邪见，而且没有意义。所以叫做有意有利，你要了解它的意义啊，它真的也有意义，富有意义，那么才对你有利益。所以佛法说我所说法有意有利，那你第一个佛说的法有意有利，你不了解它的意义，你就得不到它的利益。何况你不了解，何况你不了解啊，这个、后面法上因此何况非法啊，这个我们再等一下后面再来讲这个了啊。那么现在先讲这个啊，就是说佛法的整体啦啊，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了解啊，那这中间啊，中间所说的法，所谓的正法，那么它就这样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对于这个法要如理思维，那这个就是四欲流之啊，欲入圣流，超凡入圣的方法啊。知就是方法了，欲流就是欲入圣流，就是从凡夫，从凡夫到圣者啊，超凡入圣，超越凡夫。啊，你已经超越凡夫的这个状况了，而进入圣者之流的四种方法，四个次第，所以叫做四欲流之嘛。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要亲近善知，啊，因为你没有亲近善知识，他们你没有办法知道，你自己没有能力知道。啊，除非你是辟支佛种姓的啊，那你三国再来的，一生补处再来的，你自己就可以体会，自己看到境界。就可以体会道理，就可以分别道理，要不然多数人都是要人讲的，要人解释，要人教导的，少数只有少数少数善根已经成熟的不需要，像佛陀也不需要，无私就自通了，啊，那些辟支佛也不需要，那三国他已经要成熟了，那么或是二国再来的时候，他在天上再来的时候，他就要证阿罗汉了，啊，他也会成熟，他自己也会知道，出国都还不知道啊，出国都还没有，啊。那么所以有一些善根已经成熟了啊，当然就不用亲近善知识，他自己本身过去他过去就是他这一生的善知识，他的过去生就是他这一生的善知识，因为他已经成熟了嘛啊，所以他坐在树下看见树叶掉下来他就体会缘起，看见茶杯摔破了他就知道无常，他就自己能够很，这个不是我们一般知识上的知道，是很深刻的知道，啊，那一般人是没办法，一般人就是不知道，要人家讲才知道，知道了要自己想，好好想，第一个要人家讲讲清楚，第二个要自己想想明白，然后之后再怎么样啊，之后再依着这个方法，真正了解，真正看清楚啊，这要这样的。这个叫做文思修嘛，
听人家讲明白，自己想想清楚，然后再努力修，修得真正彻底了解，基本上是这样的。所以你要有清净的天文正法，然后要怎么样？要如理思维，要专精思维。那一般我们如理的，要先如理，然后要专精思维，心要专注，就是要修止观了、心不专注，不散乱，不昏沉，要专精嘛，然后专精的如理思维，然后要不断的、反复的烁烁思维，这个我们要常常知道，常常想，常常想。那么你很习惯的，你自己就知道哦，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那你要反复，像这种道理也要反复想，反复自己跟你讲，然后自己这样想，然后跟别人讲，跟自己讲，那么你久了，你就会很熟悉，那么你就知道哦，你要这样做，要这样做，要这样做，那么之后了解了，你才会怎么样？真正了解，才会真正生欢喜，法入心才有法喜。那没有的话通常都是哇，那个感官的刺激，感动，一时的感动，没有办法。那么一直感动，一直是身心的感动，感官的感动也会累，法喜不会累，就像你唱歌跳舞，很欢喜，给你唱一天，给你跳一天，你就痛苦了。可是你对于佛法的法喜不会，你一直在这种法喜状态下，你都不会累的，而且更有精神，所以它是不一样的，跟我们做法会，然后产生的那种感动，产生那种欢喜不一样，那不一样的，所以你知道了之后，你就会完全相信接受，而且怎么样？这个对，这个太好了，我一定要赶快去做，一定要这样，我们先下课。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啊，看这个这个说的因为说法不因为说法啊。那么因为说法里面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这个人信要奴所说者，奴等应以慈悯心为说啊。那另外啊，实地经讲啊，那么说这个如可思念水，如饥念美食。那这个跟这里讲的听者端视啊，就是听法的人，那么很专注的，很专注的啊。那么像来听法，而且像这个口渴啊饮水一样啊，那么这是一个。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在经典里面，佛啊都会交代要专心听，要仔细听，听了之后要好好想啊，简单就是这样。那比丘请佛为说法啊，都会讲我闻法后当独一进出，专静思维。我不是来听，听就是随缘听的，不是，我就是专门来听法，我要修行用的啊。所以他要专精思维，不放一处，不放一处就是一直如理的专精思维啊，就是说啊，基本上是这样了。好，那这个是这个是十地经里面的，华严经里面的。好，那法华经里面也有啊，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对照一下啊。那后面的是后面的是不单位说的，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那法华经里面是说到。啊，就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为他说法，啊，《法华经》啊，卷五，啊，大家可以就是去看一下啊。他说：“若是人等以好心来，啊，所以就这里讲什么样的人应该为说，那重点就是有相信的人啊，啊，那相信，而且他能够理解啊，不然他会毁谤。”那毁谤就会未来做障道因缘，啊，你毁谤法，你毁谤正法，你就会对正法做障道因缘。那有一种毁谤就是说，你听了之后你不相信，你毁谤；一种就是你听了之后你相信，但是你理解错了，你讲错了法，那也叫毁谤，啊，那也叫毁谤哦。就是说，你对于佛法所说的跟人家原来说的不一样，意思不一样，或是所说的这个法不一样，啊，比如说这个阿难啊，听到那个比丘讲啊，若人说百岁不见水老贺，人家是说不见生灭法，你是说不见水老贺，因为那个水老贺跟生灭法的发音可能很像啊。啊，就我常常讲一个例子，以前小时候在念啊，这个城门城门鸡蛋糕啊，那其实不是鸡蛋糕，是城门城门鸡蛋糕啊，念了就城门城门鸡蛋糕了啊，那你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真的这样念，念高兴的。那佛法很多也是这样，啊，那有时候是发音错，有时候是字写错，啊，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变成苦一日，苦二日，苦三日，到苦七日，啊，那么这样的情况其实蛮多的。我们在学习佛法，很多都是很多错误的佛法。我们第一个，我们不知道；第二个，我们虽然知道了，我们还是继续这样做，啊，没有办法改。不想改或不能改啊，不愿意改，完就这样。那你就继续在这种错误的佛法里面，不断反复的在修学。你自己也这样修，你也教别人这样修，久而久之，你自己就给自己的正法做障道因缘。真的，这件事很多人其实没有仔细想清楚啊。那么都是为了，有时候是为了一时的利益，然后给自己做未来长久障道的因缘。那么这个是我们要稍微要深思熟虑的。那么他这里讲啊，若《法华经》里面讲，那么他说，若是人等以好心来，啊，以好心来，我们把经典里面所谓的啊，应该为说法是怎么样的人呢？啊，然后不应该为说法又是怎么样的人？那为什么啊？稍微讲一下，以好心来。道菩萨所未闻佛道，啊，大圣经典，啊，都是要修佛道的了，啊，不是修解脱道而已，啊，那么小圣的啊，声闻的就是修解脱道，啊，道菩萨所啊未闻佛道，啊，来找你呢，啊，希望能够知道成佛的方法。
菩萨则以无所畏心啊。前面是说要用慈悯心啊，要用慈悯心。那这里是啊，菩萨啊，则以无所畏心啊，不害怕的心啊。那么一般来讲啊，是事无所畏了啊，就是你对于佛法，对于佛法的义理啊，对于各样的说法，法无畏啊，那么这个慈无畏啊，义无畏啊，那么慈无畏，法义慈啊，最后一个是乐说无畏啊，你非常欢喜的乐说无畏啊，无所谓啊，无所是无所谓，基本上是法啊，义慈啊，就是你说的是人家听得明白的，你说的是正法，那么你说的是真正正法里面的道理啊，你了解，你了解所有的法，你了解所有法里面所说真正的道理，你能够用众生听得懂的方式来讲，让他明白啊。也许一般说各式的方言或是各样的说法啊，现在是什么样的语言，因为语言是世间施设的嘛，那你能够明白啊，那么了解，让他听了这个法明白这个义理，就是用我明白的法，那么讲众生能够清楚的道理啊，听明白，用我实际上清楚的清楚知道的，讲众生能够听明白的啊，那么基本上是这样。然后最后一个是乐说啊，你非常欢喜啊，乐说啊，无畏啊，基本上是这样。好，那一般叫做事无所谓，叫事无碍自然啊。好，那基本上都是说法，这个都是说法的啊啊，菩萨说法啊，菩萨则以无所畏心啊，不怀希望而为说法啊，就是你并没有啊希望从他那里为他说法之后，那么得到什么好处啊？你并没有说希望你为他这个众生说法之后，那么你又得到什么好处啊？没有，你只希望众生因为听闻佛法之后得到佛法的利益啊，就只是这样啊。所以不怀希望而为说法。那么《真言含经》里面啊，他也有说到啊，他主要说到啊，他说真言含，那么他说有信之人语说信法啊，卷一，有信之人，相信的人啊，就为他说，因为他相信佛法嘛，所以就为他说佛法啊，语说信法。让他更加相信的啊，啊，让他能够真正理解的相信所相信的法啊。那么会怎么样呢？啊，他说既得欢喜啊，那么无有悔心。那么这个人因为他相信，那么他希望听到的法，他明白了，那么他会怎么样？他会得欢喜。所以一般我们叫欢喜信受嘛，啊，既得欢喜啊，那无有悔心。就我们现在来看这里，啊，踊跃闻法心悲喜，啊，悲喜其实就是非常的欢喜啊。那么悲是形容，形容非常的欢喜，涕像须菩提涕泪悲泣啊，听到佛说的这个般若经啊，涕泪悲泣，就是非常非常欢喜的意思啊。啊，一般我们的形容词叫做喜极而泣，啊，那就是形容非常欢喜，欢喜到不得了哈，啊，既得欢喜啊，无有悔心啊。那么这个是所谓的应该为说法的啊。那我们看这个句，听者端视如渴饮啊，如渴饮是那个心态啊。我们前面讲过啊，像肚子饿的人啊，希望有很好的饭菜可以吃；口渴的人希望有很甜美的水可以喝。啊，生病的人希望有很好的药可以治疗，啊，那么蜜蜂啊，希望有很好的蜜可以采集，啊，那么就像这种心啊，所以端视如渴饮，然后端视就是要一心入于意中，就是一心就是你要专精思维，要谛听，端视就是谛听啊，端视很专注的看着你，其实就是谛听，啊，谛听。
然后要一心入于语义中，就是要善思念之，啊，你要专精思维，然后真正了解这个法的道理在哪里，啊，我们说过有两个例子，其实有很多例子啦，那主要的两个例子，一个阿利扎比丘，一个夜摩迦比丘，啊，等到法义经，法义经的时候我们再来讲，啊，那么踊跃欢喜，踊跃闻法，一心入于语义中，语跟义就是义，义就是思维，啊，语就是语言。啊，不可思不可议，就是对于语言文字，那么你要议论，议就是议论，对于语言文字解说，你要真正明白他这样说的道理是什么，他这样说是在说什么啊？那你听错了，那么不但没有功德，可能还有过失。你听是听对了，可是你自己想错了，啊，那也没有办法，你要也可能是错，次第错了。你不了解自己的状态，你次第修错了，那也可能会错。所以我们说修学佛法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要正确，第一个要正确，啊，就是你听的要正确，你想的要正确，啊，这大家记不记得修学佛法的三个重点，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忘记。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正确，啊，我应该上次有跟你们讲，啊，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相应，适合，啊，适合。啊，这个很重要。第三个是什么？纯熟。那正确就是你听的这个，就是要如理思维了，要亲近善事，善知识，你的善知识就可以提升你的。善知识跟你讲的是正确的，你自己想的就是善知识所讲的那个意思，你思维正确，这个就是什么？亲近善事跟听闻正法，啊，你听的是正确的。如果你听一听就听外道说的，是不正确的，啊，那么你可能再怎么想都没有办法正确，啊，比如说，啊，你修这个咒语的威德力有多大啊？然后你没有想清楚啊，你就去啊，用藏音的、唐音的、梵音的啊，那么古梵音的啊，那么你去思考啊，那么你不了解，比如说心经啊，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啊，那这个咒语多厉害多厉害，你想错了，你就开始啊，这个揭谛不能这么念，因为这个是国语音的啊，要念唐音的啊，嘎爹嘎爹啊，然后又去念梵音的。那你再怎么念，你的思考是错的，哦，阿弥陀佛，这佛号多殊胜，啊，不能念阿弥陀佛，要念阿弥陀佛，啊，那要念阿弥陀报，啊，那么反正不管你怎么念，啊，不管你怎么念，你的思考都是错的，它不是这样的意思的，就是你听的法不是正法，那么你不太可能想到正法这边来，除非你智慧很高，所以你随着不正法去思维，那么你很可能就不正思维，就越想。你在想的就是怎么样，啊，怎么样啊，把它找正确。可是你的正确就是不正确的，啊，啊，就好像你认为啊，要见得这个真心自我、清净的自我，啊，那么你的佛性就是我有一个清净的自我。你再怎么去用什么方法去找到真的给你找到一个清净的自我，那个也是错的。为什么？佛法讲无我，啊，那么所以你如果听到的是不正确的，那么你不太可能得到佛说法的利益。好，那么你听到的虽然是正确的，你听到的是正法，因为你依的是善知识，佛及佛的圣弟子，所以他不会跟你讲错，他不会跟你讲错，可是你自己会想错，很常见是这样啊，他没有跟你讲错，但是你自己会想错，所以你还要如理思维，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亲近善事，如理思维，啊，那么你听闻正法，而且你能够如理思维正法。那如理思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那你要专精思维，要如理思维。那最后你还要知道，它虽然它要适合，你要知道你自己现在在什么样的阶位，就是你自己在什么地步。你现在在路上，你要坐车啊；你在水上，你开车没有用啊，你要坐船啊。啊，那么如果你欠缺什么啊，那么你要先修那个啊，你要有次第啊。啊，所以你一开始要先受五戒，啊，一开始要先相信，然后受五戒，啊，然后类似像这样，那你的欲望比较重，你要先离欲，你没有离欲，你就一开始那边啊要修无我，怎么修？
我见我爱那么重，那怎么修无我？修不来啊！那你都不晓得无我是什么，你天天这么念无我无我就可以无我，也没办法、啊。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要适合知道啊。比如说你修不进观，修不来啊，修了几千年，那你就修属习观吗？啊，那么属习观你一开始没有办法知呼吸长，知呼吸短啊，那你就再退一步，你不是你没有办法修水洗啊，知呼吸长，知呼吸短，思念处来讲。那你就修属习嘛，啊，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嘛，啊，那数初习你不习惯，你就数入习嘛，啊，反正就是这样啊。那你要知道那个第一个，要知道那个次第，要知道那个方法，要知道那个次第，要知道你要到哪里去。你要你说啊，我还没有要解脱，我现在我没有要出家解脱，我就在家啊。那你希望在家，然后幸福快乐就好，那你就五戒十善哦。那偶尔要说八关斋戒哦，修离欲的因缘哦，未来得解脱的因缘哦，啊，那你就这样啊。那你说，那我要成佛，好，那你就要行菩萨道啊，对不对？那你要看你现在在什么样的地步，那你适合修什么？你想修，你想到哪一个地步？那你要修什么？那你适合修什么？因为方法有很多啊。啊，你就像你的体质啊，我这个吃那个面包啊，那么胃不好，我要吃饭才可以哦。那我吃饭不行啊，我不能吃白米饭，我要吃糙米饭。啊，我要吃水饺啊，或是我要吃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我吃了胃比较会好，或是我比较会有力气。那每一个人不太一样，那你要知道你的状况哪里，你的阶位，你现在是在哪一个地位，你要先做哪一步，那你应该要做哪一个对你比较好，那这个要怎么样，要适合。你要知道什么适合你啊，你念佛，你持咒，你诵经，你适合你那没问题啊，但是你还要知道，你做这一些是要让你有力量，有力量做什么？有力量可以往前走，啊，就好像啊，比如说你念佛、持咒、诵经，是要让你心有力量。那你走到累了，你不知道怎么走，你先训练你的脚啊，你先训练你的脚啊。像玄奘大师要去印度，他知道要走很远的路，他每天都背砖块，在他那个长安那个地方这样脚这样走这样走呢，走到训练他的脚呢。那我们诵经、念佛、持咒也是这样啊，就在训练我们的心。可是我们变成怎么样啊？整天在训练这个心。如果玄奘大师他的目标是什么？要去印度取经，取经回来做什么？啊，让大家了解佛法。他是这个心，但是他如果脚没，他知道这个要走那么远的路，走到印度是几万里的路啊。如果他脚没有力，他怎么能够走到那么远的路？任重道远啊。所以他要怎么样？他每天都在训练他的脚。那像我们念佛、持咒、诵经也是这样，每天训练我们的心，更明白一点，更专注一点。更有智慧一点，在做什么？要求解脱，要成佛。那你没有，你每天都在练。玄奘大师如果背着砖块，从一块背成两块，他也是这样，从两块背成四块，背成十块，啊，然后背成二十块。因为他为什么要背？他要背经书回来啊，他要先背啊，他知道他要背很多，那个经书很重啊，他要背很多经书回来。他现在走个过去，他背回来就走不回来了，对不对？你看人家。人家想得多远啊，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样？我们在这心里面没有信、静、念、定、慧，我们当然要培养这些啊，培养信、培养静、培养念、培养定，最重要培养慧，你才能解脱啊。那如果他天天走啊，他去参加奥运有意义吗？静走哦，他很会走，他天天一辈子都在长安，从长安头走到长安尾，那又怎么样？他训练脚力不是为了让他的脚有力量，是为了脚有力量可以去取经，取经回来他自己也明白，也可以让大家明白，他是最做这种事。好，那我们学佛为什么？我们念佛为什么？我们吃素为什么？我们诵经为什么？你好好想这些道理啊，是为什么？那你没有，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事，你天天念佛、诵经、拜佛、吃素，那你完成什么？想一想，玄奘大师天天背砖块，在长安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一辈子。能够成就什么？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天天背着砖块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没有错，你的脚有力量，那又怎么样？你想一想啊，那又怎么样？好好想这个道理哦。哦，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哦。啊，你看，那你如果这种，我们就要什么？为他说法，为他说法啊。那这样有信之人，啊，重点在讲这个信啊。好，那现在来讲，那什么样的人啊？那后面还有啊，要纯熟。要反复，你已经知道了，反复练，反复练，反复练。所以是什么？说思维嘛，一次又一次的，
因为你现在已经专精如理了，正确的如理了，啊，那么你也知道，你也知道，你适合你，那么你就要反复反复。所以，我现在我们的心拿来做什么？拿来修止观，拿来向解脱，拿来向佛道。啊，那如果你没有啊，你天天就是背着砖块，从砖块变成金块，也没有意义，死了。死了也变成土块而已，啊，没有，都没有意义。可是你成就了解脱了，那就不一样。你带给多少？你看玄奘大师带给后来的人多大的利益，对不对？那问题你先不要说你带给其他的人多大的利益，你带给你自己什么利益？你从学佛之后，你带给你自己，你有没有对解脱更有把握？你有没有对佛法更有理解？你好好想这些事啊。如果没有，那你学了做什么？你学来做什么？你到底学些什么？哎，这个要，这个真的要明白啊！自己要常常跟自己讲啊，啊，不要一天过一天就觉得啊，反正我只要衣服穿着一天，我就有功德，是没有错，是有功德，但是是什么功德呢？人天福报而已，享用完了就没有了。到天上一辈子几千年，给你享用福报够了吧？吃得好，住得好，不烦吃不烦穿，就是你吃穿住都现成的。这样给你享受几千年，享完了下来呢，一样鱼吃，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啊，真的，啊，大家要好好想啊，好好想这个问题。好，那什么样的人不会说法呢？好，我们来看，有会说法，有不会说法的。啊，那《华严经》里面，啊，这卷三十四，他说有行未久，解未得，就是刚学佛不久啊，然后修行不久。那么他也不是真正理解佛法，啊，那么所以随事而行，这随着他的虚妄意识，他的妄想，他自己想自己对，所以如理思维很重要啊，听闻正法很重要，如理思维很重要，因为你听来的，你想清楚的是要让你未来可以真的去做的。你看玄奘大师背砖块在长安城练，练来练去，在他的家里面这样练啊。啊，从一块两块这样变了，啊。你从诵一部经到诵两部经，念一万句佛号到念十万句佛号，也是这样啊。我们也是这样啊，从打坐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啊，这样累计的啊，就好像你背着砖块啊，你越来越有力量了。然后呢，你就这样背一辈子，你就这样诵经诵一辈子，啊，然后呢，没有啊。所以你要想清楚哦，啊，那么随着你的杂染心，事是杂染的啊，虚妄的啊。分别的 啊，那么错误的分别的错误思维的啊，那么你要把这些改过来啊，叫一，所以佛法常常叫如实知嘛，你所知道的不是事实啊，你不能如实见如实知，你就不能如实见啊，啊，你所知的法不正确，你见法就见不到啊，不能见到真法实法实相啊，那么随事而行，随着他的意识，随着他的虚妄事杂染事不清净心而怎么样啊？而去做，而去想，不随智。那么我们说智慧基本上就四种而已，叫做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那就是四欲流之嘛。清净善事后，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修到究竟就正德，啊，就正所成慧，那正入实相了，啊，就成为圣者了，啊，这凡夫先做这个闻思修嘛，一样啊，啊，如理思维，谛听，然后清净善事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啊，然后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啊，你看一样，你把它贯通起来，其实佛法横讲竖讲左讲右讲都在讲同一件事，啊，其实只是从不同的层面去说，你说无我，五蕴无我，六处无我，六界无我，十八处无我，缘起无我，不是讲同一件事吗？从不同的层面讲其实是这样，那因为每个众生能够理解的不太一样啊，从这个角度看，从那个角度看，啊，那其实是这样。闻此生疑，堕恶道。假设你对于佛所说的法，真正的佛法，你产生怀疑，就是不确认、不知道，啊，那么或是你讲错了、听错、讲错，你就会做错。那么你可能会怎么样？会毁谤。我们说毁谤有两种嘛，一种就是。佛没有这样说，你说佛这样说。佛不是佛这样说，不是这个意思。你说这个意思，这个叫做什么？法说非法，非法说法；律说非律，非律说律。
这个就是谤，这个就是毁谤。你是佛弟子，但是你所说的法，你所行的法，并不是佛所说的法，佛所行的法，也佛也不是这个意思，你却说佛是这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就是毁谤。会毁谤佛法的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外道，因为他不相信佛法嘛，他认为他的比较殊胜嘛，他会毁谤；一种就是佛弟子，啊，那么外道毁谤，外道毁谤是因为法说非法啊，佛说的不对，不是这样的，解脱不是这样的，啊，业果不是这样的，根本就没有业没有报，法说非法，佛说的法他说不对，不正确，啊，那么佛弟子毁谤是非法说法。把不对的法说成是法了，佛根本就不会有这样说，佛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毁谤有两种嘛，法说非法，非法说法，啊，谤法，法跟律，法就是法跟律而已嘛，啊，法说非法，非法说法。律说非律，佛所制的制度，啊，佛所说的真理，啊，那么非律说律，啊，那么佛所说的正法，你说这个不是正法，这个不是真理，啊，那么这个是外道比较会有。那么佛弟子他一样谤法，佛弟子外道，这个佛弟子，外地佛弟子把不正确的法说成是佛说的法，啊，那么不正确的戒律就是戒禁取，佛制这个戒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佛制这个戒根本不是为了这个意思，那你却执持那个戒条啊，那来说这个就是持戒，哎，这个就是，其实这个也谤法。那你会看到现在所谓持戒的很多都是持那个戒条，那个根本就跟佛本来自戒的原意相违背，真的啊，那么他就觉得这样才叫做持戒，你不这样就不持戒，可是这样也没人达到佛陀为了要持戒的目的啊，啊，那戒进取，那么所以外道也会有，那么非律说律，佛弟子也谤法啊，不是外道谤法而已啊，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在谤法，那谤法会怎么样呢？你谤正法，你第一个，你未来生会受苦，那么未来生你要修正法的时候会有障碍，你在哪里伤害，未来就在哪里有障碍，你让谁在哪一个部分有缺憾，你未来就在那个地方会有遗憾，比如说啊，人家赚钱赚得很辛苦，那你去把人家的钱偷来了，那他会啊，我赚得这么辛苦，结果一夜之间没有了，被你偷走了，被你骗走了，啊，你在让人家在这个地方有遗憾，好，那你未来就会在赚钱赚得很辛苦，赚到很辛苦了之后，忽然之间发生灾难，被偷被抢又没有了，你就会在这个地方产生遗憾，你看这个叫做因果啊。好，那么你现在不再在谤法，佛弟子很多在谤法，为什么？非法说法，你所说的法，你所行的法根本不是佛法，可是你却一直在说这个法，在行这个法，你未来会在正法的解脱上，你会有障碍啊，就好像你把人家辛苦赚的钱据为己有了，你一后来辛苦赚的钱，你就容易成为别人所有，就有障碍啊！你现在毁谤正法，那么你未来真的要亲近正法的因缘，又加了好几道啊！你不能，因为你在这边形成伤害，你就在未来会形成障碍。一样的道理啊！你杀生对别人的身体造成伤害，你未来的健康就有障碍，就有伤害。这个是因果，如是因如是果的道理啊。那么现在我们不害怕身体上、健康上跟财富上
名义上的不害怕，我们只害怕我们未来会在正法上形成障碍啊，障道因缘啊，这个很重要啊。很多人不当一回事啊，真的啊。你现在之所以对佛法没有那么能够深，虽然知道一点点道理，但对佛法没有那么深刻的体会，很多都是因为你自己的障道因缘，过去跟现在你给自己设下的障道因缘，本来已经在看不清楚了，你又给他喷上了很多雾，那么不是更不清楚吗？你现在已经黑夜没有月光，没有灯光了，你又给他戴上眼罩。我们就是这样啊，真的啦，我看很多人都这样，他没有想要把眼罩摘掉啊，然后点一盏灯啊，没有啊，没有。佛法的光明，他觉得佛法是光明没有错，可是现在普遍黑暗，我也不需要啊，都一样啊，这不应该要这样。好，那我们看，当这个闻此声已堕恶道，我悯是故，我悯是等，故不说，我就不为他说。为什么？我跟他说对他没有利益啊。现前，因为他不接受啊，他不相信，他不会照着做就没有利益。他不相信，他不会专心听，他不相信，他听完了，他也不会去想听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姑且说之，我就姑且听之啊，就这样啊。他听了，他不会去想真正的道理，想完了，他也不会去做。就算他知道，他也不会去做，因为他不相信。那么最糟糕的是，他还会毁谤，啊，他还会毁谤，啊，所以因为他在这里毁谤，他未来可能会怎么样？堕恶道。如果不堕恶道，他未来在正法上也会有障碍，障道因缘。业障、报障、烦恼障，堕恶道是报障。对佛法不深信、深疑、不清楚，有业障，有烦恼障。谁障碍你？你自己障碍你自己啦。为什么障碍？啊，你不是很真信啊？信了，虽然相信，你也不行啊，也不照着做啦，那没有意义啊，意义不大。啊，是未来有这得度因缘是没有错啦。但是你虽然给未来的自己做得度因缘，但是你也给自己做未来做障道因缘，是不是？你同时产生，就好像你用杂染心在做善事一样啊。那么它还是有福报，但是这种福报是杂染的啊。那么一样，你修学佛法也是杂染的啊。你对佛法并没有真正的确信啊，真信。那我们再说到啊，这个戒律里面。啊，你看这个四分律里面，四分律里面众邪法有100条啊。那不当为说法，人持矛不应为说法；人持盖不应为说法，啊，人持刀，人持剑，啊。那么人在前行，己在后行；人在高处，己在低处；人在上座，己在下座，啊。反正不管是什么，他大概有十几条啊。四分律100条里面。啊，大概有十二条啊，十二条是最少的，最多的是十诵律有21条，那其他的大概都有，四分律是最少的，其他都最多的有21条啊。那像根有力有18条，解脱戒经有19条啊，那摩诃僧伽律有16条，五分律有21条，五分律跟十诵律都有21条，那五分律的众学法有100多条，108条，只有21条，占了1/5，都是在讲不当为说法，不当为说法。师父你讲的比较少，师父你因为加了很多跟塔有关的东西啊，所以100条里面很多都是塔的。但是就是不当为说法这件事，只要就是威仪嘛，然后不当为说法啊，就这两件事是比较。那为什么呢？那么佛法不是要弘扬给大家知道，越多人知道越好吗？为什么还有不要为他说法的？因为为他说没有利益，还会让他自己对佛法毁谤形成障碍，所以这种人就不要为他说。不恭敬法，法从恭敬中求。你不恭敬法，不要为他说法。在佛陀也是啊，你请佛陀去应供，那么佛陀说了法之后，那么他也不吃饭，他也不接受供养，他就走了啊。那么佛陀为他说法，发现他不恭敬啊，佛陀就不收他供养啊。所以基本上戒律里面，如果不恭敬跟轻慢，
那么你就第一个不得为说法，第二个不得受他供养。所以戒律里面有两种结盟，不得受供养两种结盟，一种叫做互波结盟，一种叫做学家结盟。啊，这个我们再讲一下。啊，现在是讲不会说法了啊，现在不会说法就牵涉到不受供养，啊，一个是互波结盟。就是开会的两种决定啊，那么一种是学家结盟，那这两种是相反的，学家就是正出国、二国、三国的在家居士结盟。那么互波结盟这个是对外道啊，或是不信的人、轻慢的人、傲慢的人，这种人不要接受他供养，他要供养波盖起来。不接受他供养，因为你供养也不能得福报，因为你这个心不好，啊，你不能从我身上得福报，只能从我身上得到过失，那不要啊。那么我们不接受你供养，啊，盖起来，就算他要供养你，不要，不接受。那学家结盟不是这样，啊，如果僧团做了互波结盟，那么在这个僧团里面的人都不可以去接受这个居士的供养，或是这个人的供养都不可以，啊，已经开会决定了。已经这个三读通过了，那么大家就要执行啊。如果你接受他供养，那么你要忏悔，或是你要受处罚。那么学家结盟不是，学家结盟是非常相信，这个是不太相信，就轻慢心。这个是非常相信佛法，因为他已经证出国、二国、三国，像须菩提这种，像直多长者这种，啊，像毗舍区这一种，啊，那么茉莉夫人也是啊，那么已经是学家了，就是证圣者了，他非常的恭敬。他即使是出国、二国、三国的圣者，他对于比丘就算没证果了，他还是很恭敬，还是顶礼。而且，因为他知道布施的功德殊胜，他请其所有，请其所有供养。所以供养到最后，他会一无所有。所以为了保护这种人，你不可以让他一无所有啊！他还有老婆，还有小孩，还有先生啊，还有父母啊。可是他会先想到要供养。如果有，他就全部供养，他的供养到，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到其他地方不一定有，去到他这里一定有，所以大家都去找他找，但是他一定欢喜心给，他不会勉强，他欢喜心给，他不会考虑后果的给，给到自己一无所有，倾其所有给啊。可是比其他人不知道啊，其他人不知道，他就是哦，就来跟你供养，就找不到就来这里供养，每个人都来，每个人都来，后来变成他一无所有。可是他的太太、他的儿子不一定有什么，不一定有正果。那么人家就在讲啊，这比丘啊，那么就是让这个人都，因为他很欢喜，他没有后悔，他即使一无所有，他也无怨无悔，而且非常欢喜。但是因为这样，你还要保护他。从今以后不可以去他那边。如果他一无所有，那么从今以后不可以去他那边接受供养，要保护他。他也要生活啊，他又不会出家，他不能去托钵啊。你没有可以去托钵，他没有，他在家，他不能去托钵啊。他的小孩太太怎么办？所以、啊、你不要。那么如果他要供养，好，只能一天只能有十个或两个几个，要看他的经济状况，才能够去他那边接受供养。如果他已经没有了，不但不要接受他的供养，僧团还要帮助他，帮助他，啊。那么如果他还有，那么还是要。给他修福报，不然他会很难过。那么只能有少数的，看一个、两个、十个，就是看他的能力啊。制定僧团开会以后，如果他已经一无所有了，任何人都不可以再去他那边托钵啊，受他供养啊。如果他还有，那么只能够有少数的人，看他有多少。如果完全没有，生活都过不下去了，因为都供养僧团了、啊，僧团要想办法帮助他。啊，要这样，所以这个叫做学家结盟。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啊，他没有恭敬心，不当为说，不当为不受供养，啊，那么基本上是这样的。好，那我们来看，所以他这里讲啊，就这个偈啊，听者端视如渴饮啊，这我们讲过啊，这个如口渴如药啊，
那么如饭，饥者如饭，饥者思饭，渴者思水，啊，病者思药，啊，这种心，第一个心态，啊，第二个啊，一心入于语义中，啊，就是你要专心谛听谛听，而且要怎么样，善思念，入于语义，就是你要深入了解这个话，这句话在讲什么，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啊，像我们一开始念，啊，无上甚深微妙法，啊。然后要讲怎么样？要愿解如来真实义，啊，这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就百千万劫难遭遇啊，那就是讲那个心态了，啊，要如渴饮这样，啊，我今见闻得受持啊，那么听的，我今天听到了，要怎么样？愿解如来真实义，要一心入于语义中，啊，这句话，这个是武则天写的，啊，写得很好啊，所以后来讲经的一开始都念这四句啊，让你先清楚知道。啊，你听经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听经？你为什么要学习佛法？学来做什么？来学些什么？啊，那你一定要清楚啊，所以要一心入于语义中，要专注，要谛听，而且要明白，听清楚，想明白，所以说一心入于语义中，啊，踊跃闻法心欢喜。那么你听清楚、想明白了，你就会产生，你只要真的入于佛法。真正知道佛法，你肯定会从佛法里面得到欢喜，所以他会欢喜信受嘛，啊，会欢喜，然后会相信，会产生相信，然后你会接受，之后会怎么样？之后会努力去依教奉行，照着佛说的方法去做，啊，如是之人，那么就是这种人踊跃闻法心欢喜啦，那么而且他听法很专注，而且他不是只是啊来听法而已。他真的是他有目标的，他是向善向上向解脱的，啊，他有目标，他只是不知道方法而已，他要来找方法的，啊，他真的要去实践的。那么这种人，啊，所以他听到会很欢喜，就好像生人病人重的人，他不是来找医生聊天的，他不是的，他不是没事到医院逛一逛的，他真的要治病的。现在他知道他的病是怎么样了，而且。医生说你这个病会好，他很欢喜的，一样啊，这个道理啊。我们有生死病啊、烦恼病啊、业障病啊，啊，我们就是要依佛法啊，去掉我们这个障碍啊。所以这样的人应该要为他说法。好，这个是第四条，啊，第五条如是义，如是就是如是，所以会放在所有经典最初、最前面。还没讲之前就如是嘛，如是我闻，然后后面就是闻到什么，闻到什么啊，听到什么，就整个佛法啊，最后是欢喜信受嘛，依教奉行。好，那么他说，之所以放在佛法的最前面啊，是因为他能够带给众生利益，所以佛法就说我所说法有益有利啊。我们今天来学大智度论。也不是只是要学习知识，说哦，我听过大智度论，哦，我能讲什么讲什么，不是的，都是真正我们要得到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我们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才能帮助众生解决问题，啊，只是要这样子的，所以佛所说法有益有利。是有意义的，啊，那你所以你一定要了解它的意义是什么，义理，它的义理有义。如果你不了解，那你只是把它反复背诵，那就没有意义了，对你的生命没有办法提升，对你的生活没有办法改善，那它就没有意义了，啊，对于你的未来没有办法增上，那它没办法，没意义啊，啊，那么。就好像我们吃东西不只是有吃就好，要有营养啊，对不对？要能够支持你的身心啊，不是有吃就好啊，要吃你吃土也可以啊，也可以饱啊，是不是？那所以你的佛法不是有听就好，不是听很多就好，要有营养啊，对于你的身心要有利益啊。那重点就是它有意义啊，有益有利，就是有利益。那么这个利益，它这里就是现世、来世、现世利、来世利、就近利、解脱利啊。
他写的三个，我看一下：现世、后世跟涅槃啊，就解脱。他写后世，我们就写照他的解释啊。后世啊，就是之后的啊。那么涅槃，一般我们讲叫做离苦得乐，得现世乐、来世乐跟解脱乐啊，基本上是这样的。现世乐，佛法基本上就是离苦得乐，现世乐、来世乐啊，或是后世乐，然后解脱乐。啊，这里是涅槃啊，所以这里讲为什么放在最前面啊？因为诸力根本性为大力啊，所有的根本，所以前面讲嘛，性为道源，功德本嘛，啊，长养一切诸善法嘛，啊，那么你不相信，后面就都没有了。你不相信，你哪里会精进啊？那你没有力量，你哪里能够走路？走一步你都很辛苦，还要走那么远，啊，佛道很远 啊，所以基本上他叫做诸力根本性为大力。对于没有，我们说对于没有学佛的人来讲，信是最初的，信净念定位五根五力，信解行证，啊，那么佛法的修学次第，信愿行，啊，都是从信开始的啊。所以为什么要放在佛道的最初？如是我闻。如果你不相信，后面我讲什么？你就不会听，啊，像《法华经》有500个，一听到啊，不相信了，他就退席了，啊，有没有？啊，他不相信这些嘛，他退席了，他不听了，他觉得你说的根本不对啊，这根本不是这样啊，他就退了，他连听都不要听。好，那如果勉强了，哎呀，庄严道场了，啊，对不对？有很多人是这样啊，哎呀，我是来庄严道场啊，就是因为这是我师父啊，啊，所以他听经哦，啊，我们要来庄严道场啊，就是要人气啦。啊，要好看嘛，啊，那么他也不会专心听的，啊，啊，就听了哦，哎，该鼓掌的时候就鼓掌，哦，就这样嘛，啊，那这个也没有意义，也不大啦，啊，我们不是为了这个去听经的，我们不是为了庄严道场去听经的，我们是为了庄严佛道、庄严身心来听经的，来学习佛法的，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不是为了名闻利养哦，我学过大智度论哦，我学过这个，我通唯识哦，我通中观哦，我通阿毗达摩哦。我们也不是为了专门教人啊，然后让自己哦，我是老师哦啊，不是，是为了要庄严身心，让我们的身心更庄严，让我们未来更庄严，让我们现在庄严，让我们可以在佛道上更稳固、更庄严，是为了这个的。所以你每听的一句法，你都要好好想清楚啊！真的，就好像你去菜市场买菜，你都是买你喜欢吃的，对吃的对你身体健康有影响的，你会随便买吗？不会啊！第一个好吃，第二个健康、营养，一定是这样子的嘛。没有营养的你不会买嘛，送你都不要嘛，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啊！啊，你不是家里很多菜就好啊？不是啊，啊，那所以啊，这个叫做什么啊？诸力根本性为大力，有意有力，所以你要先有意才能够有力啊。没有意，你根本就不晓得啊。你菜回来不会煮，破坏这个菜的营养啊。啊，你番茄你想吃维他命 C， 你就不要煮，生吃就好。你如果你要茄红素，你就要把它煮熟，它才有茄红素。那，啊，你要知道啊，你不知道。啊，你说番茄有茄红素啊，你天天吃番茄啊，它要煮熟才有啊。所以佛法你不懂它的义理，你得不到它的受用啊。那你知道了，你又不照着做，那也没有意义啊，也没有意义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所以他这里讲，为什么要把如是我闻的如是放在所有经典，这个佛法书就是放在所有经典的最前面。那我们前面有讲过嘛，并不是每一本经都有如是我闻嘛，啊，那么也不是最前面一定是如是嘛，有时候是我闻如是嘛，我闻是在最前面的嘛，那这个是从如是我闻这一点来解释的啦，啊，我们上几堂课有讲过嘛，如是我闻有的经典有，有的经典没有，有的也不是如是我闻，有的是我闻如是，闻如是，啊，如是我闻是鸠摩罗什啊那翻的，那么依这个汉语系啊，依这个梵语系来说的啊，好。
所以他这里讲啊，这是第五个、第六个，一切诸外道出家啊，那么心念我法为妙啊，就是佛法，我法就是佛法，那么甚深为妙，为妙甚深，第一清净啊。那么他说，如是人这样的人啊，就是外道，外道自叹自己叹啊，不是这个我法是他自己的法啊，那么外道出家。心里面想啊，我外道修这个法甚深微妙，第一清净，如是人自叹所行法啊，就是说这个我法不是佛法，而是外道法啊，因为他外道就是我修的法嘛啊，外道认为他自己的外道法，他修的法是真正微妙第一清净啊，就宗教都是这样的 啊，我的神是真神，我的真神所说的道理才是真理啊，都是这样。那到底什么 是真神，什么是真理啊？那我们并不是，我常常说我不是因为我是出家人，我是佛教徒，所以我说佛法的好，不是这样。我一开始也不是学佛的，我不是因为我是佛教徒或是我是出家人，所以我赞叹佛法，我说佛陀最殊胜，我说佛法最好，不是。我是因为学习佛法之后，我学习了很多法啊，我看过圣经，看过古兰经，看过博伽梵经，看过道德经啊，然后看过佛经，看了之后我发现佛法说的最好，我才成为佛教徒，我才皈依的，然后我才专心要学习佛法，我才出家的。是因为了解佛法的好，我才成为佛教徒，我才出家要求解脱的。我并不是因为我是佛教徒我出家，所以我必得要赞叹我的佛陀，佛陀所说的法，不是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那外道通常他也不了解，比如说佛陀就讲啊，你说梵天创造这个世界，你见过梵天吗？你知道梵天是什么吗？也不知道，他只是相信，前面的人都相信，我们也跟着相信，大家都相信，我们也跟着相信，哪一个有权威的人这样说我们就相信，都是这样来的，外道都是这样的啊。你说你好啊，你说这个一贯道啊，以前我也研究过一贯道啊，所以我其实我什么都学，后来我发现佛法真的是好。你说有无生老母，谁去过谁见过啊？没有啊，都自己想的啊，你知道吗啊？那一样啊啊。那你说有梵天啊，当然有梵天，但梵天创造世界，你见过梵天吗？你见过从梵天来的人这样跟你讲吗？都没有嘛，都是你们的那么前辈什么讲的嘛。可是你又不能确信，你只是相信他就相信了这件事。佛法不是这样，佛法有解脱，当然你还没解脱，但是也真的有解脱的人就在你眼前可见，当然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解脱，可是你照着佛法这样修，一步一步修，你就得到佛法所说的一步一步的利益，是这样的。所以你见修就见相信，见相信你又更容易更修，就这样见次见次，你相信佛法的并不是你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回事那么你就相信啊，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信之后要理解，要了解它的意义。我们相信佛法不是盲信，不是迷信，不是因为大家都相信你就相信，不是因为有权威的人说了什么你就相信，不是因为过去的人都相信所以你现在跟着相信，都不是这样。是因为我理解了佛所说的法，我照着佛说的法做，发现真的是这样。从观念上，从行为上，从推论上，从认识上，我们去比较去实践，发现佛说的真的是真理，真的是好，所以我们才相信。相信之后，我们努力朝着佛说的这个方向去前进，我们才皈依受戒、出家修行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他这里讲，如这个外道自叹所行法毁他人法啊，就是他会觉得佛说的根本就不对，根本就不是这样啊。或是说根本就没有解脱，或解脱根本不是这样，像苦行外道，他认为你就是要受苦才能解脱，你不受苦就不能解脱啊。是故现世相打斗争，所以在这一世，互相大家彼此批评，彼此批判，那么彼此争斗斗争，后世因为斗争，为了法斗争会堕地狱啊。举个例来讲，很多人不明白，那佛说供养舍利有功德，那么大家为了抢舍利。会互相战争，战争之后会不会因为得到舍利有功德？不会，反而会堕地狱。你为了舍利得到功德，你不惜伤害别人，杀死很多人，
那这个反而会怎么样堕地狱？那你就不知道所谓的舍利有功德，是说佛不在了，那么舍利代表佛，佛代表什么？佛什么？为什么叫做佛？因为他觉悟，所以佛想到佛就会想到佛法，想到佛法就想到佛法的有益有利，你就会学习佛法，那么你终究会因为学习佛法而得到利益。那么你学习佛法是因为这个舍利啊，因为你后世看不到佛了吗？你就睹物思人，你以这个舍利代表佛，像我们现在是用佛像一样的道理。那么你拜佛有功德，你念佛有功德，你供养佛有功德，是因为你因为相信佛法。你不相信佛法，你念佛拜佛做什么？你相信阿拉，你会拜佛吗？你会念佛吗？不会啊。那么所以你念佛拜佛的本意是为了要学习佛法，你相信佛法，所以你必须要理解佛法，你才能真正相信佛法。你的功德不是你拜佛佛给你的，不是的。你拜佛不是你念佛佛给你的，或是你念佛拜佛这个佛号本身就有功德给你，这个佛像就有功德给你，不是的。千万不要认为是这样，而是你念佛拜佛是来自于你内在对佛法的相信，所以你恭敬佛，你赞叹佛，你意念佛。那么因为你来自对佛法而相信，对来佛法的实践让你对佛法相信，那么你本身因为相信佛法实践佛法，你就从佛法中得到功德，其实是这样子的。你要想清楚啊，所以这个因为这样后世堕地狱受种种无量苦啊。为什么？因为你所学习的法没有让你得清净，反而让你生烦恼，反而让你生斗争，反而让你生苦恼啊。所以你到底学了些什么你要清楚啊。佛法真正的佛法就是解脱清凉啊，那么都是庄严身心的啊。时间到了是吗？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